以往云顶在即只有一两个英雄自带减伤技能， S12 在即一口却设计了五个减伤英雄，兰博提供 35%， 肾提供 40%， 宝石提供 60%， 剑姬提供 70%， 卡米尔提供 30%。 减伤属性在云顶中是比较稀缺的属性，在 S12 只有救赎、坚定之心、命运之子、重装战士这四种途径获得。如果能充分利用好减伤英雄的特点，会不会开发新的玩法呢？首先我们要同步信息差，减伤公式是什么，该怎么利用，我们现场推一下公式。两个坚定之心各提供 15% 减伤，假设敌方打100点伤害，首先减掉 15%， 承担85点伤害，然后再把这85点伤害减掉 15%，最终承担72.25伤害，这样总共减免了27.75%的伤害，与游戏显示的28%一致。增加一个救赎，验证我们的公式，总减伤等于34.97%，与游戏显示的35%一致。再增加一个宝石技能，提供60%减伤，总减伤提升到了73.99%，与游戏显示的74%一致，说明我们的减伤公式推理基本正确。假如你想得到100%减伤，提高括号的数量可靠吗？不太行，因为每个括号内部都小于一，乘法是做不到100%的。举个例子，你同时做三件光明坚定之心，第一件能提供30%减伤，第二件只能增长21%，第三件就只能增长15%了。可以说减伤来源越多，利用率就越低。想提高减伤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括号里面的数值。这赛季有五个减伤技能，都是受法强加成的，我们能不能通过叠法强把减伤提高到100%呢？视频时长有限，感谢大家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